好，麻烦把长官范围叫说明一下案情。好，现场我们据报在李顺街的29号跟31号有火警。那我们人员到达现场，发现一楼已经陷入一片火海。那在抢救的过程中，有救出一名年约78岁的男性，他主要就脚部有擦伤，那无其他大碍。那现场发现一楼的部分堆积了大量的杂物，导致火势一发不可收拾。那在此还是宣导一下那个民众注意一下，屋内不要堆积大量杂物，另外再要加装的助警器。那请问一下起火点是在哪个地方？那起火的部分主要一楼已经有陷入火海，那详细的起火原因跟起火点，我们需要火调人员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。好。